异动艺人炎亚纶有自己的见解，他在脸书上写着：好一阵子没下雨，这周狂下雨，把干燥的土壤淋湿，因此地质松软，造成地震不断。这个观点引爆网友批评：地震是板块运动吧？这不是小学生的常识吗？炎亚纶回呛说：你是地质系的吗？大战网友，但最后却自行删除po文。你这边有很多，我的在那边。炎亚纶发表声明，从未铁定表示下雨和地震有绝对的关联，因此文中他有提到是自己的观察，也引述了地震测报中心郭凯文的分析，说台北市盆地会产生共振，还有地质松软，再加上地下水位比较高，震波出现放大的效应。但下雨和地震的连结，炎亚纶还是无法自圆其说。在地震学上没有人说那个下大雨以后会引发地震，地震的解释成地震的成因的话，可能是就比较不恰当。炎亚纶特意观点成为发烧话题，网友把他维基百科中的职称加注了台湾地质学家，还有人变造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的海报，片名改成《下雨大地震》，由炎亚纶主演，文案上头写着：“你是地质系的吗？”三人指数破表，还有网站抢搭便车做宣传。有杂志在脸书上头写着：“你知道吗？天坑不一定是下雨造成的哟。我不是地质系，但我看地理杂志。手机益智游戏火速推出问题420三次地震是怎么发生的？其中一个选项就是连日下雨，让玩家哭笑不得。日前才因为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和网友闲骂战，炎亚纶这回又因为独特的地震理论成了网友的箭靶，只能苦吞众人的抨击，先自我机会教育。记者詹品宏、王慕宁台北采访报道。”